政府會為本地感染確診市民提供一筆過5000元津貼。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話，勞福局正研究細節再公布。佢又話，政府會唔會進一步關閉某類場所，要視乎疫情發展。政府而家咧都係一路睇緊嗰個整體個疫情，同埋係有邊啲較高風險嘅一個情況咧，係去決定嘅。咁所以呢個我哋都一路因應而家我哋整體個疫情啊，因為我哋較早前都講咗咧，我哋希望咧係我哋嘅社交距離一啲強制性嘅措施咧，係都需要更加精準啦。